今年我们晚宴的主题是神的慈爱。欢迎大家来陪我们，有十个表演。一座有十个胃，希望你们来陪我们吃晚餐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感受到您的爱。Terima kasih, kamsahamnida。我们预备了10个多姿多彩的表演。11月3号，恩惠之家会庆祝36周年晚宴。恩惠之家已经有36年历史了。我们的儿童院的孩子和老人院的长辈们等你哦。希望你可以来陪我们看表演。只需要乐捐2000块就能有10个座位，谢谢您。记得11月3号，我们在琼文大礼堂见。2024年慈善晚宴，欢迎支持捐助恩惠之家36周年筹款晚宴餐券，谢谢。